和鲫鱼。阳澄湖大闸蟹。羊肉汤。春节最想吃的家乡菜是鱼丸、肉丸、芋头丸。我最想吃的家乡菜应该是荔枝肉，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经常吃的一道菜。我想吃红烧猪蹄，妈妈做的饭。没有特别想念的那种菜，就感觉特别想念跟家人一起过年吃团圆饭那种感觉，那种热闹的感觉。春节我其实很想尝一尝我外婆做的红烧猪蹄。豆汁儿，来俩焦圈，来根咸菜，无敌了。锅包肉还无敌。打游戏，打撸。戴着头盔去跳伞。能叫人朋友聚会。回家拿红包。这两个是回家。就想让豆豆变成原来那种黑颜色的样子。用我的车跟我的室友车再撞一遍，再撞一遍，撞到坏为止。回家过年呗，你玩买张机票就回家。I wanna scuba dive, pretty much, that's it. 气质，其实一般来说长得比较萌萌哒就行了。Hello, 你们好啊，感谢你们今天接受我的采访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春节您最想念的家乡菜是哪一道菜？丑丑同学。我想吃火腿肠。雪碧同学，人家想喝奶奶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不考虑任何因素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丑丑同学，我想跟爸爸妈妈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雪碧同学，人家想睡觉。那么第三个问题，异性的哪一方面最吸引你？丑丑同学，大腿，我最喜欢大腿了。雪碧同学，什么是异性？人家只想睡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完。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。No lose it, Mubarak Bash。新年好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老婆新年快乐。大家新年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你把这些哟 ，Feliz año nuevo， 各位阿姆都不嗨，新年快乐，走，祝好事，接二连三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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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儿给您拜年了。过年好啊，新年快乐走，大家伙吃好喝好啥的啊，别客气。你这干嘛呢？我在享受风驰电掣呢。请用家乡话说一句春节快乐好吗？不许把这句话逼掉。哦，好。拜纳阿姆。请问需要打马赛克吗？不需要。哦，好。帅气的脸不需要打。好。大家好。2016新年快乐，猴年猴赛雷。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学业有成。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猴年吉祥。大家好，祝大家猴年快乐，猴年猴赛雷。Thank you.